吃鸡啃三生，绝地硬吃生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三生。今天来到纪港落地，捡到一把 SERK。嘿嘿，SCA 到手。大仓旁边有人跑过去了，三零五集装箱貌似又有三个。这样的情况我已经司空见惯了。哦吼，信号枪，别激动嘛，人在纪港就是这样，在这儿打拼一圈出去，虽然不是腰缠万贯，好歹也能算半个富婆。集装箱上还有好几个人，我们先来观察观察。不救啊。这是我一不小心看到一出大戏，信号枪打人，这演的不计成本啊！哎，居然没机会下手。按照惯例，我就直接冲过去了。但是今天战况稍微复杂。我还是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待会儿再见面。外面的车来回巡逻，不知道他们几个人，而且还在堵里，我也不敢贸然出击。击倒一个，坚持一下。没有伤亡，看来跑得还挺快。快点找边，挡一下我。嘿，看来已经盯上我了。稳住稳住，心理素质得好。打不过咱就跑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唉，总算跑毒成功了。刚才一路上碰到好几个人，我头都没回一下。现在该慢慢收拾他们了。哦 ，OK， 搞定。哎呀，瞧他给我吓得都顺拐了。黑影刚才说，你好说啥呢？哪里有个黑影？有，我等他们打完。哦。嘿，果然是个黑影。成功狙击，
我是三医生，明天见哦。